Hello? Hello?我解了，我真的解了，我按了。
我已经把那开加速器，把网速搞到60几了，还是一样会跳啊。东上真的蛮厉害的，不难啊，你会按就好了，只是那也跟手速没什么关系啊，就是节奏对就对了。不会错误的，真的不难，节奏对就对，相信我。他们的非主流很非主流，就是我有看过马克西马上去比赛，然后飙血，然后里面也有蛮特别的，you
痛哎、欸！是两发，谢谢。交流而已，又不是要输赢。小鬼很早睡。在 PS4 啊，会打就会打，有什么了不起？随便的，让他随便。
他们比赛五五开哎。随便选人又不一定会。随便选人是一回事，赢不赢是一回事，好吗？比赛还没结束，随便玩一下。知道我克拉克厉害了吧？啊靠！被拍错，妈的！克拉克不好打，黑人女的，还错了啦。黑人打还可以。
护身。妈！不要扎克，不对，扎克可以排第二。我想一下哪一只比较好打，给你。冰女这不好打，没几机会打。冰影过了就可以了，这一局就拿，这一局就拿下。因为克拉克这后面两只，他们不会对应。我猜啊，我猜他们不会对应的。干你老师！不要用凹爪不好？明明就可以好好打，你为什么要强逼呢？我真的讨厌 K 的强逼。还可以玩，玩逆转，玩逆转。追回来，用Angel。哦，对哦，还有库兰哦，还有，还有红丸哦。三十小红丸，我要降低他的防卫金，到时候。我找他开枪的时候，他就会跟我开枪，秒。
但是我只要开枪，他就会跟我开枪。知道我龙二厉害了吧？妈的！打我的香妃越来越有点概念，真刚好。
不会动，听他的歌。哎，我又追回来了。试试看我的离场，我怕我离场也很强的，好不好？上老头了。等很久了，终于等到了。
刷剑失败。看这样子，今天应该是没比赛了，因为没有人问我，所以我可以喝酒了吧？边喝边打比较有趣。有老婆表现比较好的。因为我还没开始喝酒，没有喝酒的老婆不是老婆。我突然想到我只要跟他打轰的跟日本的朋友打都会被上场，不能输是不是？我又不是没赢过他，知道吧？我也还没输，紧张。我比赛的时候认真一点吧。
又可以嘻嘻哈哈喽。老头子很辣。等于是二打三在打逆转了，又要逆转喽！又可以嘻嘻哈哈的玩喽！动不动就鬼烧身龙，紧张什么啦？妈，我也快吓死了。
是不是要赢了？我没有用那一招。又可以嘻嘻哈哈喽。然后我等一下比分超过他的时候，我再选多蒙。坐姿而已，居然在这个节骨眼排坐姿，输了不算，知道了。脏哎，完了。
我要被上传到网路了。我猜他一开始要开枪。我操！不能嘻嘻哈哈的，有点麻烦。算了，输就输了吧，输就输了吧。还可以玩。摸到一个亲手的要人命。跟想的一样，没错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没错。不吹。没下了。干你老，不玩了啦。